小猪佩奇和猪妈妈一起随着音乐转呼啦圈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猪妈妈的头部，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。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，用紫色、黄色、绿色和蓝色涂呼啦圈。用橙色涂猪妈妈的衣服，用黄色和玫红色、蓝色涂音乐播放器。
小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并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